好，今天看能不能通关。10点了，每次打开游戏机10点了，继续。应该是下水道，下水道的话，还有那几个棋子没拿，拿了棋子应该就过下水道了。做攻略应该不会做了吧？没时间做。战神停更1周年，没有那么快吧？我记得好像是9月还是10月最后一期更的，应该半周年。是战神发售1周年，是4月发售的吗？不用那个什么了，不用存档，不用色带，真好，特别方便。我觉得可以拿一份火药和一份高级火药，其他先留着。针状弹药，据说很厉害。祖传硫酸弹，看看那个下水道的极致肉体能不能就打一炮，然后就走，这样可以省点子弹，反正打死也没奖励。之前好像是表关的时候漏了这边的一盒这个什么，是麦琳蛋还是什么玩意儿放在这儿，这一周我们就没漏了。对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多做点硫酸钠，然后尽量直接 rush 过去，rush。但是我上次玩的时间有点久了，我又忘记要怎么走了，应该是走这儿吧。正确道路应该走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出去的话，先去这儿，然后中层应该通到这儿。好像不对，不应该走这儿，应该走这儿。往左走，然后到了中层是在这儿。啊，对，那就对。出去应该左转。那个身残志坚的丧尸还在，寄生体要子弹够多才行。Monster Hunter 活动其实也就刷2、3天，路走经刷完就再见了。我不想一直刷过去。什么玩意儿？打一枪从左走，谢谢。下层好像不用去了。下层的这个工作升降机应该是，下层的这个楼梯应该是通哪个呢？是通直接通上层的这个吧，工作室升降梯啊，直接回到上层，然后爬那个插销。感觉需要一个叫什么？导航，
一会儿走这儿以后，要到这下面去绕一圈，然后走这个上来，再回到中层的这个监控室。东西带的有点多啊。呀，好像不是走这儿，还有哪边没探索？啊，是这儿，这儿。楼梯走得好慢，是走这儿吧？这儿下去。对，我操，这是非常噩梦的地方。我下来就听到音乐了。我操！怎么还唱歌的？不是说会出硬直吗？不行，我要把这个子弹拿回来。干，还是杀掉了。怎么是个死路呢？直接溜了，摇摇摇！刀得留着，硫酸弹真的弱。我操！我居然搜刮干净了。作业写完了，是的，今天作业写完了。好，这里要解那个谜了，这个插上那个拔了，好复杂的。好，拿个电击枪，嘿。获得也没有方便，方便了吗？嘿，这儿也没插，那他妈插哪儿了啊？插这儿了。
我觉得应该换一换，硫酸钽应该是神器的，火焰钽以前用处不大，只能打植物和那蜘蛛，这次蜘蛛都没了，应该是火焰钽可以做，然后威力差一点，然后硫酸钽呢就稍微那个一点，硫酸钽呢就是少一点，然后威力强一点。操你妈，吓唬我！操！过分了啊！占两格，行，厉害！哎，怎么又起来了？我操，真的硬！看直播费流量多吗？我不知道。果然防御力增强了。我操，这两人也太硬了吧！真的硬。这个门开了，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你怎么又活了？也许他打不到我，忍。你把这旗子拔了，操！我又忘了怎么弄了。你看这儿插上是吧？好像走错了，然后往这儿的吧，然后再走过去，把这儿的吧。好了好了，走，哎呦，搜刮干净了好像。好，回去要走过那个全是鸡尘体的地方了。好恐怖，存了个档 ，fuck you， 直接红了。这是普通难度。我操，为什么直接红了呀？就一口，刚才我是绿色的，想不通了，我操。
回来的时候可以走左边，算比较人性化，不过估计是堵路的。小豆，我还有一线希望。操你妈！怎么可以连续出硬直呢？太血腥了。继续吧。他为什么不出硬直？不是说硫酸弹必出硬直，没轰对位是吗？带有剧毒，不过没被击中。好，你看我现在是绿的，稍微有点点偏黄。硫酸垃圾，操！该倒是。打出硬直就可以走了。啊，打中眼睛才行。完了，一样的结局。哎，好像不是一样的结局，看身位的。啊，行吧，过了过了。啊，这个放这儿，刚才用掉了什么？用掉了刀。行吧。不对，好像是走错了。你往前走，强化了初始左轮，因为强化初始左轮没有子弹呀。那个刀因为已经到了耐久了，所以就一次性用掉了。没到耐久的话，可以继续用。Fuck you！ 我居然还凑上去赢了他一下。这游戏是真鸡巴难，为什么普通难度这么难？肯定是因为我搜刮太多了。哎，这是死路吗？啊、哦，这，这不应该呀、啊。两个插栓都拿了，那么还差一个插栓，就是这个插栓，做工作室的电梯，去拿。等一下，好像走错了。工作室升降梯应该走那儿，这对，这是克莱尔里。从这儿走，不过那边好像有没有干掉的极致右旗，不想走那儿。嗯，我想一下，从还
还是如果还是绕一圈的话，从这儿走。这个是接到哪儿呢？是从这儿走。先碰碰运气看，也许可以走。走工作室的电梯，啊，回去还要碰一下那个家伙。是的，我要死了。别出极致神体啊！好，没出，没出。背了一箱子武器死掉了，也太惨了吧！这个插栓拿了以后，再回来走，然后就可以坐工人休息室的电梯了吗？啊，不行，工人休息室的电梯是，然后再从这儿绕呢？然后走这儿绕上来，好像还是直接回来方便点。还是直接坐电梯吧，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哦呦呦，在这儿，在这儿，别自动，别自动。大伯，倒了，倒了。好。插栓齐了，插栓齐了，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那个蓝草？还是想摸摸它？这人没醒来，居然。不敢断腿啊，我没打，一断腿就要打码了。后期处理时间实在太长了，累，真的超累的。消失是吗？这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不用看了。冲锋枪子弹、强力子弹，其实可以和冲锋枪也可以。硫酸弹有点废。现在过了那个什么，是不是就没什么用？好像 G 三是不是还可以用一次？那个 G 三是不是也怕这个的？
都是红蓝绿的，不舍得用。我觉得就直接绿草吃了吧，因为我发现这个什么，我吃成绿色，它也是一口咬成红色，好像是这样。我现在这个难度也是一口从就是绿颜色稍微有一点点黄的那种颜色直接变红色，直接绿的话可能一口咬不成红色，黄色一口不咬死的。用了用，这样，对，应该一口咬不死，两口就没办法了，那别被咬两口不就好了？实验室还有，好。是的，满月深绿色，这我知道。喝点冲锋枪吧，我也觉得喝点冲锋枪比较好。一手拿一把，强化子弹我一颗都没用了。蓝草为什么带身上？蓝草不用。就这样。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东西了。之前我的判断看看对不对啊？他说死了以后难度动态难度会重置，但是没什么感觉，好像还是一口红的。城堡在骑士旁边。但没有对着皇后，城堡在骑士旁边，城堡，那没有对着皇后，说明对面不是这也不是皇后，啊，这好像换了一个，他说骑士是错的，国王不在皇后旁边，但是在最末端，并且对着骑士，那么这是国王。哎，不对，城堡在前，但没有对着皇后。国王不在皇后旁边。啊，哪个是皇后？国王和皇后查错了吗？啊，这是皇后是吧？完蛋，输就输在了他妈的不认识国王和皇后。这是骑士，这是城堡。哦，这是国王，那是这样，啊，行，皇后是个皇冠是吧？国王是个那个十字架。All right, Jerry, on my way. 不，我之前看那个国际象棋的规则，好像皇后是最大的，外国人也怕老婆，皇后他妈可以随便乱走的，比我们这个象棋那个车还厉害。13，
这个盖了，下水道任务应该差不多完成了吧。我知道调查棋子会说是什么棋子，但是我以为我认识来着。对的，皇后斜着走也可以，所以才说是什么横行嘛，横行霸道 GTA 要开那个钥匙。Power must be out. 要开电，这是开不开？哎啊，五、哦、擦。露了个眼蓝草，眼皮底下。哦哟，打那谁了？是不是打那谁了？那个吉什么？吉巴。一周目，初体验。行行行，被那个鸡巴应该是一招秒的。多少把子弹能怼死他？哎，要来这个了，上上下上，试试。不行，嗯，二三四被集装箱撞下去，我之前初体验就被集装箱撞下去了。调查一下，调查那个，来了来了来了，是不是有无敌站位的？我看好像视频是某个集装箱后面，桶子后面，是这儿吗？啊，是真的是这儿。那我好像是点着了呗，怎么？二三四，吃了这个，哎，再躲着。风扇是哪个位置？那个位置。没烧过来，没烧过来。这样，卷帘门口啊，这样，
来来。为什么不能趴着？我也想知道，卧倒不就好了？哎呦操！无敌时间，烧出了硬直。撞撞看。怎么那么慢？发 K 哟，这也太慢了吧。吃包打包子之前，看来吃个蓝草效果拔群。拿闪光弹吧，万一被抓住了。够了吗？见分晓了，不慌。好好，哎，不行。我操，这也行。我死了。终于死了，操他妈，是我死了。开始人，我没有那么多娃哈哈。哇哦，不能 retry 了，操！好像从他侧面跳过，
跑过去会快点。第一次倒好像不行吧，要两倒两次才行，这次就不撞了。踹以后果然难度降低了一点，眼睛变红就可以撞下去了，那没变红这次好像，啊，又上来了。有点变红的感觉。不能直接打死的吧？红了。这个什么不太位置不太好。红了又，哎呦！差点一起下去了。摸一下，还有把小刀。I'm so sorry, Sherry. This is taking forever. 就是打倒大龟两次，然后开箱的是吧？这是标准打法。大佬都是所算伤害的。哎呀，哎呀，是一个刀一个闪光，你就等着去打击就行了。老母亲发出了微笑，哇，克莱尔是很好的实验样本。他老妈本来想要观察他女儿变异了。William is still out there, and if I don't stop him, this conversation is over. Wait, wait. I can treat her in my lab. It's not far away. Mommy. There's not enough time. Millions of lives are at stake.Sherry, mommy loves you. 这里太突兀了，就是太突兀。他老妈突然又改变了想法，不知道怎么回事。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Sherry, don't worry. I will get you whatever you need. Okay? 克莱尔，你脏话好多，比我还多。Because I care. Thank you, Claire.哎，我自己 danger 了，还抱了个人，还行不行？这样公主抱很累的。
Wait. 嗯？What the fuck? 卧槽，有这么多补给吗？亏爆了，我操！独挡独挡。不是，我一点都不记得那边，因为那边看上去啥也没有，都被轰干净了。啊，非常良心，从这儿开始。可以。是这儿吗？哦，这儿这儿。我操！这种鸟地方放什么子弹？我怎么知道？它应该发光啊，是吧？叮叮那种，是吧？没了，哎，这就是不舔图，多打开地图看一看，是不是变蓝了？再 Sherry 再来一次，Sherry 这儿应该没东西吧？ Next center lab's not far. Wait, that cable car. Sherry 手上有那个通行证吗？他不是要那个干那个 cable car 在哪儿？左转。啊，那个六六叉叉我不要，操，那有什么用？ Almost there, Sherry. 那个我没有强迫到那个程度，我之前看过了，刚才那个房间除了六六叉叉没别的东西，那就行了。不是说一定要那个变蓝才行。我操 ，Sherry 居然有这个东西，牛逼啊！我不是说颜色一定要变，我只是想舔干净，是能猫干烟了。Okay. Here you go. Just hold on, Sherry. Okay. You're gonna be just fine. 啊！我刚不小心的，不是，等一下，等一下。那刚说完 “no turning back”， 然后我就直接拉下了开关，应该没了吧？应该。就实验啊，这应该都舔干净了。啊，行行行，算了算了，没事。This tram is bound for Nest.Do not exit until the final destination. 这个实验室的流程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估计。衣服脱了。Hey, are you okay? 我操 ，Sherry 怎么长出络腮胡子了？Just fine without me. So I came along and got you all sorts of trouble. I have something of yours. I don't want it. Really? Why not? It's so pretty. 半小时。It's from my mom. For my birthday last year. 打开里面是个寄病毒。Oh,
all I really wanted was for her to be home more. 那半小时不太对吧？那是速通半小时啊。实验室我之前也打了两段还是三段？两段吧，两段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还要集一二三四五了，才打到集二。Hang in there, okay? Now, 我忘了，不太记得集四是什么时候打的了。大狗打过吗？表观是没打过大狗。It's okay, I've got you. Come on. I got you. 把 Sherry 放到这个吧，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箱挺好的，放进去以后到那个通关的时候把它取出来就行了。I'm getting you treatment.这是异次元箱，这不是抛尸，他会捡回来的。他在这个箱子放进去，在那个箱子可以把它把拿出来的。啊，因为 Sherry 有这个手环，是不是就是意味着直接可以进去了？里观那个音乐版啊，是吧？音乐版。噔噔噔，克莱尔你也不累，站着停一会儿休息休息不好吗？非要这么转圈。Enjoy your visit. 李官是快一点啊、哦，那你看，这又有一个了。打包给他妈，是打包，哎呦，到了。尿急。哦，这个解释合理。那么长时间了，都没有撒过尿。我这已经玩了四个小时了，五个小时，四个小时。Now what?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here. Umbrella 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 抗病毒剂。It's got to be it. 啊。Hey, Sherry, I gotta go. You stay right here, though, okay?I'll be back soon. I promise. Claire 真厉害。全文件是不是有个奖杯的？但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有没有拿起。哇，这真是雪中送炭。这个榴弹还是挺重要的，一会儿打甜甜了要。没喝过水，我觉得倒是几个小时没事儿，就会有点口渴。这个放进去，这个放进去。啊，差不多先这样吧。哦，我吃个药最好。是不是？还说一会儿可以捡到，一会儿可以捡到，我就不吃了。省着，忍，妈的，忍住。看一下门卫室接待处。想去这儿吗？啊，是的。存个档。我先跑开一下。录像断一段。